好恶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个没有炸掉啊 ？Game Mode 没有回来。哎、欸，有人一直用那个钓竿。嗯。啊，他们在上面要干嘛？伺服器连线中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伺服器连线中断的意思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没有调好，再一次。CPO。腾讯。好恶哦、喔！有烟火的感觉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们看到吗？你们看到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也被你 TP 了。你也被我 TP， 可恶！我都看到一堆人脸。TP 哦，啊，弄错了。啊，是可以了没？啊！嘣！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飞出去了，啊、有飞出去了。有没有看到烟火的感觉？我看到肉什么会爆炸？再次啊！方块不可破坏啊！什么东西？方块不可破坏、啊。我有设定苦力怕不能破坏那个。啊 ，TNT 耶，卡住了。TNT 可以。苦力怕蛋呢？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哈哈哈！烟火，操！好，我们来打喽。四个够。鱼竿快点快点，姐姐啊姐姐啊姐姐啊。哇，一般哦。耶、yeah。哦。什么声音？What the holy sword is that？ 欸，这边有一个人苦力怕不会炸他，欸，为什么？哦，对啊，他们不是那个，所以苦力怕不会炸人，要我才可以，把自己调生存，然后再调免伤害 ，God 模式。狐狸不在啊？嗯，不在。哇，真可以，这样我就可以打一场舒服的 LO 了。怎么了吗？没有没有。干嘛讨厌人家？喂哎哎！我买我没供啊，我买我没供啊。我们先放满一堆苦力怕。等，先放满一堆苦力怕，然后让他们不要炸掉，然后我们再 TP 哦。哎、欸，我去吃宵夜啊！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不来玩？我们先打吧，我去吃宵夜，回来再说。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TP 哦，我会想你的。我下去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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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嘛讲这种客套话呢？也是啦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反应吗？你也知道雷哥啦，雷哥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哦，所有苦力怕一起爆哎、欸！画面、欸，大大。哇，他们没看到那个画面太可惜了，再玩一次，我再玩一次。他比人还多啊！啊，我再玩一次，我再玩一次。对，什么东西？没有画面。怎么又一堆苦力怕？等等哦，我 TP 哦。列队完成哦。列队完成。列队完成，我先选角。为什么会选到那只啊？啊，我的 AP 拿走了。我现在很那个哦。TP 哦。只能玩一个。哎、欸，有两个 AD 哦，有爆了，有爆，有爆！所飞出去了，飞出去了！有没有看到？所有人都飞出去了。我比较喜欢泡娘，手残大大，可让摸。欸、你刚怎么让他？哎、欸，你们来放苦力炮，我放苦力炮会爆炸，我会触发他们。哎、欸，现在是怎样？感觉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怎么了？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动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在笑什么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我不会玩上路啦！啊、你在喜欢泡娘，可是我要玩饭呢、欸。那你要玩什么？中路。好，我玩中路。你玩中路，那我去上路、哦。我去上路哦。饭也可以啦。等一下，我先选好。我也可以吗？不要啦，他逃走，不要闹。选好上路。那我去守候中路了。哦，太多了啦！这样那伺服器会爆炸啦，不能啊！哎、欸，你们不要再破坏那個。太多了，哎、欸，不要再放了，不要再放了。帮你开伺服器就你用不要放了，又不是你开伺服器，这不是我那个，他太弱，不要再放，要害人家断线了，爆炸！哦，要断线了啦，人家连不回来，不要再放了啦，又听不懂呢、欸。蔡山，你怎么是伊瑞利啊？啊，有伊瑞，伊瑞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太多了啦，这伺服器不是我们的，不要乱来，然后有受不了哎、欸，而且我没办法打指令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不会打，哈哈哈哈，你看你，哈哈哈哈。哦，没有啦，对不起。搞什么？谁在玩呢？谁在玩苦力怕？那个啦，第一名啊。
哦，第一名。哦哟，完了完了，第一名被 ban。有个东西叫黑名单。嗯。我记得有个指令是清除半径以内的。我断线了。啊，哥连不上去。你们呢？连不上去。有，我刚。因为我刚把伺服器中断，然后呢？然后那样第看能不能第一个进去，赶快把那个库里巴炸一炸。他放多少啊？很多，很多，大概100只。哎，对面好硬、哦，我觉得超过100只，超过100只。哦耶！哇，如果拿放库里巴这个手速去点饼干，该有多好？对面没有。没有远距离的、欸，快点炸掉！欸、快点炸掉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有，你看，干太衰了吧，辛苦啦！中路应该辛苦，我觉得应该是潘森配那个嘉文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下路潘森很恐怖，潘森配奈德利，下路潘森啊，下路潘森很恐怖哎、欸，下路奈德利也很恐怖哎、欸。什么东西？知道就不要打这种。还是上路两个吵架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然后奈德利应该是 support， 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什么，应该其实是下路。还没开始，那我要继续玩了、啊。嘉文下路也很有可能啊。中路跟上路都吵架。勇哥，快点帮我放。要玩，不然就是全部都吵架，啊、全部都要上中，没有人要下。帮我放苦力怕。放苦力怕。对啊。才刚爬上来呢。啊？哦、我等一下会 TP 哦，我等一下会 TP 哦。我帮你 TP 那个。自由落体喽！哎、欸，是这样子哦、喔。啊，你们把我丢下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要用另外一个指令 ，TP 小老鼠那个就会在空中，然后他们就会全部死在那个。你用一个，欸、好你用口令指令就好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快起来，快飞起来，快飞起来。你刚好不用和平指令啊。等等等等，和平就会瞬间什么怪物都没了。要爆炸喽！你这样子伺服器只会更痛苦而已。你根本在压力测试嘛？对啊。所以卡露露现在应该很想哭吧？我不知道。滴血，在淌血。对，又不能关，然后电脑被当掉不能动。我然后只能跟菜渣说没关系，我在想办法。屁啦，那么夸张？咱还没开始、啊。CPU 跟那个机体应该会爆，会稍微爆。现在是红线，红线。啊，你80几趴了。他说他最近买了一张4000块的网卡，超也不是这样给你，不是不是，你好意思啊？他下一个聊没有，我只想讲一下而已。我觉得他真的很有心。哎呀，你看，然后还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跟他都在等网络，等那间网络公司可以升级。我要升级网络。根本是想要烧他的显卡吧？哪有啦、啊？什么啦？显卡哪会烧到？这样，这是烧 CPU 不会烧显卡 ，OK 的。真话，CPU 比较普通不一样啊。显卡坏了还可以开机用内线，CPU 坏了什么都没有。就换一张 CPU 没有了。哎、欸，东东，哎、欸，开始了。我玩谁？不知道、啊，我打谁？看你刚刚对面怎样？四闪现。讨论你打辛朵拉的。我哪是？我上路哎、欸。你上路。上路应该打不到谁，都有可能。是嘉文就奈德利哦，好麻烦。对面有3只可以打你。嘉文、奈德利、潘森，我知道了。其实上路是嘉文跟潘森，然后中路是奈德利跟辛朵拉，然后打野是李信，然后下路完全没人。最好啦，你说这样判断？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快乐了。这么判断的？我现在 FPS 有9哎，因为他们全部都带点燃啊，不然谁看得出来？嗯哼，哎、欸，搞不好是故意的，就是全点燃，感觉就是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嘉文跟潘森下路啦，两个要硬抓那个 ADC。然后奈德利上路，要死！不，我要把饼干关掉了。耶、yeah, ，那我饼干就可以继续买了。我已经153个了。好了不起啊！哦，好棒哦！拍拍。五推中不可能，一定带治愈闪现那些的，是吧？治愈跟那个传送不会带。怎么了？怎么？你刚？也可能都有三个传送来，他怎么知道？表情边走过来吗？我要回家了。你知道我玩中路就会悲剧吗？不会啦，不要啦。我现在 FPS 超低耶、欸，我好想哭哦、喔。我终于可以体会狐狸的感受。你看你刚刚走路的时候，整个在摇头哎、欸。摇头。对啊，你刚刚是边做表情边走过来吗？我、okay. 死了吗？没有人读哦。那怎么会想要玩蝎子啊？有没有奈德利上路？谁？我们的队友啊。也是。哦，不好打奈德利，尤其我还带这种装。刚找应该早点知道那对面是奈德利的。
没关系，我们包放不出去，哪招？然后说 thank you 哎 ，thank you 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嗯哼。你看嘛，中心朵拉。两个都比互秒啊，看谁先秒谁。哎，我好危险哦！等一下。那你为什么要走那里？神之乱走！喂，报应了。等一下，我过不去、啊。故意的、啊，故意在逼你、啊。因为看不到，因为我累个。我过不去。所以我们刚才在那边说我们可以爽呀，压个头啊，压个头啊！结果他们 APC 是攀升哦，也不是啊，就是他们就是两下路两大男，双大男啊，故意的想要压烂你们。哇哦，好恐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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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是奈德利，我一定点爆我自己。可是这样还好啊，这样表示他们压塔的时候就。我们就不会有。你们只要不要让他们杀到，就那个。对呀、啊。他们就会。他们感觉就是流口水的大叔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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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大叔脸。大叔。流口水的大叔。有够猥琐的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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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哇，你声音好，你的麦克风有点大声。我离他很远哎。是哦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饼干关掉了，我好伤心啊。耶、yeah, ！我要超过你了。关下你躲我后面就好。我们就是在塔下慢慢的，没关系。这没有凯特琳那么可怕。上路没闪，我是说我自己。为什么这么累个？其实只要等六才能上来，好难过。怎么累个、啊？哦，好凶啊，好凶啊！哎呦，痛哦！越塔杀哎、欸，嗯，一定的，双大人就这样打、欸，他可以挡一下塔，超爽，硬带走你就对了。欸、没我靠腰，把你逼回家也好，快退，我打不赢，你也打不赢，他都打不赢，好恐怖哦！没有，慢慢弄，别在上路，理性哦。嗯。他们只是一心想要打我，他们才是十三只。我很累个哎，到底为什么？饼干？不是，我把饼干关掉啊。你机体没有被释放吧？好。我猜啦，我也不知道。爆表了，爆表了。QQ。就说不要玩召唤峡谷。啊，召唤峡谷好玩。奈德利是不是 A？ 好，伤害好低哦。他到底怎么出装的？天哪、啊，把出符文的，没千里耶。我都可以喂，喂让让他不要吃小兵去挡掉了。嗯，在我后面就好，没关系。有经验值就好了。4AP 哦，是假的。你心在哪里？中，刚定完。玩一下你，对面一波超强，真的，超强。现在流行的打法，哦、好凶，讨厌呐！哎、欸，蝎子，快去帮下、啊，下路要被。开心吃他野，开心打野。我虚弱用掉了，伤心。上来了吗？哎、欸，我看有造型哎、欸，有。哦，中路好难玩。哪会？他脚点燃的，然后就杀了辛朵拉了。应该杀不死他，我会讲。他刚脑冲塔、欸，真假的、嗯？我来压爆他好了，既然他没有想回家的意思。啊、哦，上去吧，灌一灌吃。哎，可以，快过来，等他一下。我、哦、回来了。你现在哪？没摸了，没摸了。
不，好恐怖。先回去好了。没魔欸。去哪里？先买这个好了。哦，痛痛痛痛，要死了要死了。贪生，这样，我打超后期。嗯。啊，上路，太大了。我们要塔杀了吗？快杀他！快杀他！快把他杀了！所以，另外一只可以再杀吧。闪现大绝！哎，上路爆了！哎，没有，快爆！没了没了。嗯，果然还是智慧施法比较好。啊，比较好。嗯，我刚所以你现在已经开始用智慧施法了吗？没有啊，不喜欢用。刚刚就是因为没智慧施法，才没有第一时间出手。所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是好的啊。谁找闪现？你好矛盾。脏东西。丢球还四等呢，好夸张哦！哦，好烦哦！慢慢弄，慢慢弄。啊啊！等等！我靠！哦，那得练那什么装啊？哦、两个都大了，两只都有大。哦，天哪！哎，我按 F 了。这很恐怖哎、欸！嗯，下路很恐怖。哦，怎么这么难玩？你们可以趁现在打回战，奈德利根本没有用。哇！大腰带、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中路甲，你疯了、啊？何等莫名其妙的装备！哎、欸，这里你可以杀他、啊，今天他全部哎、欸、不行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全部 AD？ 不行，这边超多人，我们全 AD 啊，难怪他这样出。嗨。快上去，快上去！啊，好恐怖！很不痛啊！嗯，大致没吃到。又大了，因为连我还没六，没有，因为我有那个啊，哎呦，痛哦！不行不行，太可怕了！哎呦，竟然绕那边，应该回家。哎，我要吃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阿姨而已。